蔡米是什么电视剧的演员？蔡米是电视剧《天生要完美》里的角色，由李佳航饰演。《天生要完美》是由朱亚文、李佳航、万茜、杨紫、孙少龙等人主演。本剧以90后为切入点，关注当代青年的健康成长，80后和90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强烈的冲突，这使得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和共鸣。《天生要完美》演员表：一、云天耀，是一名海军少校，也是一名心理战术高手，敏锐的观察力和头脑和一帮天生骄傲的90后小屁孩斗智斗勇，见招拆招。他长得帅气又聪明，是所有女教官和女学生都喜欢的类型，但唯独搞不定搭档蒋丹辰。二、蒋丹辰，101分队的教官，心理战的高手，睿智。在面对一群桀骜不驯的学生时，他会巧妙地表现出自己的幽默和风趣，用温和的方式逐渐击溃不好对付的同学，让自己和他们成为的朋友，慢慢培养和引导他们成长。三、蔡米，90后青少年，性格张扬，在学校里的经历让他变得很自私，虽然心地很好，但却不会照顾他人的感受。但在经历了家庭变故、亲人去世等一系列的挫折后，他在军队的训练和教练的帮助下慢慢地成长起来，变得成熟稳重。四、安小慧，90后的富家千金，是个典型的名牌控，虽然活泼可爱，性格豪爽，但骨子里却很自私。然后在军队里的磨练让他慢慢长大了，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个心胸宽广的姑娘。五、富春，来自春江大学海洋专业三年级，后加入101部队，是90后的一名叛逆顽皮的大学生。六、宋春飞，年轻有活力，才华出众，是法学院的尖子生，胆识过人，会体贴人。